齐鲁大军人马20余万，被吕布刘备打得丢盔卸甲，狼狈而逃。袁术如此不堪一击，却要幕后而冠，妄自称帝，真乃可笑之极呀！明公当挟天子之诏，发兵讨逆才是。文若所言极是，桓陵以来朝政日非，地方割据。 袁术干犯天威，僭越称帝，实属大逆不道。着令大将军曹操出征，号令王师，荡平逆贼。 怀义校尉孙策，忠秦王室，立安江东，朕心甚慰，特授孙策为会稽太守，钦此。谢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将军，我这里有大将军密信一封。伯服将军抬见。 袁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于寿春建称帝号，令天下汹汹，人神共愤。特请将军召集本部兵马，挥师西进，讨平叛贼，以敬天下。请先生先去馆驿歇息，待我等相商之后，自会回复曹大将军。请先生带回。 就依将军安排。我该如何回复曹操此信？曹操欲平袁术，又有亡命在手，可谓出师有名。只是袁术新败，但精锐犹在，主公不可轻敌。依我之见，须观其动静，相机尽止。曹操南下，我便西进，两军呼应，方可立于不败之地。
若孤军冒进，战局则殊难预料啊。嗯，所言甚是。天子使者驾到。为何又来了一位天子使者？嗯，你是哪家的天子使者？招摇过市，敢闯我江东大营？吾皇登基，建国重家，今日我是奉旨前来借兵的。奉旨？借什么兵？吾皇即位伊始，亲率七路大军讨伐逆贼吕布，不料贼势甚锐，只得稍避锋芒。往昔吾皇借兵于你，成就你江东基业，将军可要知恩图报啊！天子诏书在此。袁术僭越称帝，你敢来江东招摇？你敢把吾皇的诏书扔在地上？住口！袁术赖了我的玉玺，如今又背反汉室，犯下篡逆大罪。给我绑了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敢为虎作伥，我要你脑袋！主公，不如让其回复袁术，断了他的皇帝梦。放开他，回去告诉袁术，他倒行逆施，必遭天报。奉旨逃匿，大军已兵临城下，你等若幡然悔悟，出城归降，大将军可免你一死；吾若不然，破城之日定斩不赦，谁敢出城迎战？违我的号令，你当不可妄动，违令者斩。陛下，曹操假汉室余威，通四地兵马，万不可贸然出战。陛下，当乘其立足未稳，愤而一击。淮南灾害连年，府藏不足，徐州一战耗费巨大，曹操兵多将广，若战事焦灼，恐与新朝不利呀。畏敌如虎，岂不长了曹操威风？哼，李凤，你休要纸上谈兵。寿春、成坚、持身当坚守不战，曹操劳师南下，粮草自然难以为继。万不得已，陛下可亲率大军渡过淮水，暂避锋芒。难道开国伊始就要迁都吗？通权达变乃圣人之道，陛下迁都，前朝自有先例可循。陛下当从长计议，稍避锋芒吧。就依众卿吧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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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急！火油呢？火油呢？还有片刻才好。持久，粮木也将告罄。仓官王后不得已用小壶发粮，故而将士有怨气。他是奉命行事。坚持！放开！小心点！世君有要事，曹丞相，军情紧急，被本部想啊，但说无妨。实不相瞒，我部军粮所剩无几，无奈只得请。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光打仗不给粮食吃？再过几个时辰，粮食就到了啊！再等几个时辰，什么时候到啊？就是，什么时候到？太快了！再等几个时辰。参见主公。还有多少军粮啊？所剩无几，不过千斛。王后，你家中还有何人啊？回丞相，老母在堂，还有妻小。异地征战，疏运艰难，江东所借粮秣也将用尽。王后，你看如何是好？丞相，我想向你借一样东西，以安军心。你可不要吝啬呀！丞相说笑了，王后所有，丞相拿去就是，何须言借？好，借你人头一用。丞相，王后所犯何罪啊？你的老母妻儿，吾当好生奉养。来呀，把仓官王后推出去斩了。丞相，王后无罪，我冤枉啊！丞相，丞相。仓官王后，干犯法纪，克扣军饷，监守自盗，
今斩首示众，以振军纪。明日攻城，有退缩不前者，定斩不饶。英雄自有后人评。